防热大底是飞船进入大气层后的铠甲，等主伞完全打开后一会儿，飞船返回舱就会抛掉这身铠甲。伽马高度控制装置开始工作，通过发射伽马射线实时测量距地高度。当飞船返回舱降至距离地面1米高度时，返回舱底部的伽马表发出信号，指挥飞船返回舱上的4台反推发动机点火，给返回舱一个向上抬的力，使返回舱的落地速度进一步减小，航天员便可安全地着陆。